左荣泰先生已经接受我的邀请，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。尊总统大清朝宣布新的国会都迎台，两个人的那股带动感款是叫阿熟。手牵手，携手领航 AI 团队，行动创新内阁。他长于沟通，善于协调。他能够在复杂的问题当中超越个人或政党的分歧，迅速的找出方向。台剧华丽计程车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受很深，车子往前跑就能解决任何的困难。窦英台政治协调领导人何以被选调？罗清德讲，窦英台是好战友，为伫欢迎董事到行政院长甲秘书长的合作关系，又阁是前后任的董主席，互相信赖。即马就要做伙启动执政列车，行动创新这四个字都是新内阁的定位。我们必须要建立一支具有积极行动、也有创新思维的团队，行动创新。AI 内阁 Active and Innovative Cabinet 能够听取民意，解决民梦，回应人民的期待。他对我有一个要求，三个期许跟交付的三项的任务：诚意沟通、人民优先，这个理念跟做法就是未来新团队最中心的思想。窦英台正式出场，先甲国会释出善意，展现准备好要带领新团队的决心。这是新闻综合报道。